我们给你分配的任务就是7到6个人开车的体验官，要给他们的驾驶技术打分。行，所以你在这此行中要去每一个人的车上体验每一个人的驾驶技术，给他们打分。打完分有什么好处吗？你和那个最高分都可以获得奖励。奖励是？因为我还没想到，一会儿告诉你。好。Nobody can shame us.
很大，你们慢一点啊、哦。后面的车也是，跟着你猜呢。今天真是练技术来了。下冰雹了，下冰雹了，闪电大雨冰雹，全部的天气。多小心啊，多小心啊，今天雨大。可以酌情考虑把双闪打开了，这个我这车有油膜，我看着有点花。我也是有油膜现在。我们要不在前面停一下吗？雨太大了。下雹子了，咋了？前面刚才玻璃都看不见了。咋了？下雹子了。你们开太慢了，开太慢了。刚才前面有一个大货车一直在那20码跑。哥们儿，给你们当破风手好吧？他们俩轿车轿跑，跑这种路跑不了的。万能爆了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下去看一下。他们三个还跟我前面，我都把车给干爆了，我都服了。这里爆了，修不了，要换这个盘。行啊。可以啊，解脱呗。解脱不了。要不然想不到就不了。给他发一下消息呢。真是牛手。真服了。咋回事？怎么弄的？前面有车嘛，我不能急刹，要不我就减速嘛，减速往右边靠，结果刚好有个树枝，就是那个木棍儿，被戳到了。四驱车都要变后驱车了。拍个下车。哎，怎么样？开了多久？开到这儿啊！我只能说，真不如走高速。谁能想到能烂成那样？真不如走高速。我都不知道这车现在什么样子。那这个车怎么办呀、啊？不是，为什么一定要走国道啊？这给人脏的，干净的回来，脏的回去。回去能不能走高速啊？三楼是吧？三楼是进直升机了。三楼也有。那回去咋办呢？回去，待会车会再开过来。你打车是吧？怎样？嗯。
住哪儿？住徐汇路呗，就住这里。去哪儿啊？选你们的住房住处。一人一间吗？一人一间。吃饭，先吃饭吧。先吃饭吧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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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别人开5年，我只能说，你看那路了吧？坑坑洼洼，九转十八弯。只能说我现在已经混成老司机了。真的？真的？这个 SUV， 我没看你走过去一下，我们都没看到你们。我们虽然你们比我们早到10分钟，但是我们。但是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应该是能看到有没有的。对，但是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他坐我前面，我开到前面去，我在那等了10分钟。我说他们队长，队长也不回。是不是？哎，你是不是上高速？没上高速，我们一直走的国道啊，我一直开的国道。啊！而且我一直在等后面的车，我一直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在等他们。我们三个一直走吧。我们三个一直走。后来他爆胎的时候，我是一直在等。不是他爆胎了，然后叫我回去接，我本来还跑回去接了一趟，然后我又回去找他们。你们啊，所以你们一直在我们后面吗？应该不是，你像我是最先走的嘛。啊，我你知道这样走的是我先走了，我跟着你后面走的。我们再没看过金九三，我也没看到过你啊。我是一条国道，我们也是，一直开，就那你是我们都是，那我们是国道，你上条，你别你出去，你就比如说你左转的，你右转啊，我们也右转啊，就我们是一条路，是有，肯定是一条路，我一直跟在那开心的压水，我 SUV 好不好？随便选呗，减速啊，没有，不是是不是？像你们的车好，哎，我想要二楼的那些，不是啊，那个我转弯。最近好啊，我们最近有两个地方，最近不错。他们还有？两三个。Only when I see you again。三楼是不是也是住的吗？应该是，但是你看看，参观一下。不知道，我跟你们说了很多坑的嘛。我们是开就是高速一条就到了，你知道吗？要这样的话，我们就 SUV 三换成了。我本来是想用，我本来想用那什么的。他已经不是坑不坑的问题了，他是一段平路之后突然一转弯，前面是一片石头，一堆石头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预警的石头。嗯，对，前面还有各种。你看嘛，我们三个，我们三个就是对，其实车距不是特别远，两个都过了，就我开这个。你们三个是一起的，嗯，我们坐车去的，我跟你们不是一条道吗？不是一条路，你们走的高速，我们肯定不是，我们绝对没走高速，
绝对没走到。我们走的全是乡间小路，我们走的全是，你看我们的车全是泥巴。那我们走的应该是一条路，我们全部是，我们还过了很多城。哦，你们可能是那个，就是我们那会分叉的那个地方，他们应该走的那边。哦，左边那个左转，左转啊。一定不是，一定不是。你应该走的是一条路吧？刚才你这好硬，还可以上。当时是谁在抄，还不让我抄。我闪了两下，然后那个车，然后你们不让我抽车。哪个车？我不知道是哪个车，不知道谁开的，反正是黄车。啊？有的。黄车。那个嘉哥开的吗？应该真是小妹妹。我刚才吃才吃了一点。然后呢？最大的爆了，是吧？开的。没事，我都不知道有。那个暴雨一过，它就醒了。我这别找方向灯了，是吧？我不知道这是干什么的。然后你开了一辆，你开了一辆。对，是我睡着了，看一下的，应该是。那雨下的，看不见路。下冰雹了。我们那也是，看不见。你们那好歹灯光强一点。不不不，不是光的原因，是雨真的太大了。雨是瞬间失明了。下冰雹了，哥们儿，你刚才是真没看到，真睡着了，哥们儿。我给你看，杜哥，杜哥，我遇到的冰雹绝对比你们夸张。我不知道今天啥情况，但你们应该没有那么夸张。你说今天有多夸张吗？上面，乡亲小哥，我的路况情况，那是因为你们看到，真的感觉被吹翻了。你这个大马路一样啊。哥们儿，你这个真还好，说实话，没有，两边没有路灯。听到声音了吗？刚才我们路灯都没有。我跟你说，灯都没有。刚才我就应该把你叫醒，我让你。你看不清吗？没有那地方，大哥哥，看不见啊。最看不见，最大的那个雨刮器刮了都看不见。我一刮慢一点，就是看不见啊。雨刮器刮着有啥用啊？真的也看不见。可视度，张明远，可视度你要是真没醒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是醒了，你绝对打不了巅峰赛。就把你打醒，出事了，你说今天事大了是吧？我对面有那么死吗？跟你这次这么大的，你把他那边车窗打开了就知道了。不是，就要有点事儿。我真不信你们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我只能说我技术好，不能说别的。这是第一道。我睡得我一点知觉都没有啊！我只能夸张那一句，睡眠质量真好。当时下冰雹，我开70-80，我跟着他们后面，我感觉他们好快。不是你们下冰雹还敢开70-80？我后来扶着马。对啊，这种才是正常的冰雹。对啊，当时我70-80，我感觉他们好快，然后跟他比之后你就慢下来了。就这种才是正常的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当时都准备直接停车的。你要这样说，我才真的停车。你说开70-80，我真的才是能停车的。比如说那个雾一起来，真的看不见，什么都看不见。它是可视度低，没有可视度就那个光，纯靠房车的双闪。然后看那个，看到底路打怎么样，看不清楚的。他推进去啊，信号了。没信号了，没信号起来。别。没洗起来，绝对有麻呀，卡在这儿了，还自动麻呀。
起不上来吗？起得上来。哎，这不就卡起来吗？来来来来，哎哎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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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是要调，还是要调，还是要调。请说吧，不行。来，你把它弄了，我叫你爹。三个人没弄好的东西，你来弄，我就叫你爹。哥们，别让他们洗了。他这也洗上来了。哎，少了一个。这三东西不行。就是这样的，然后那可能是坏了吧，而且这台不这边哪边十一有问题，绝对有问题。三五九七十三十三，三五九七十三是谁？哎，不对啊，二四六八四十五，两个是谁？啊，一个是对的，我调反了。起床了。Hello。小鱼。早啊，睡得怎么样？行。那你是第一个，因为今天是随机叫早。好吧。所以，请你，所以是你决定去叫下一个是谁。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都不知道是谁。怎么这房子门插在女老师？是啊。就我那门都没有。嗯。丁哥，起来了，起来了。丁哥早。昨晚睡得怎么样？还行。OK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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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那旁边的移动。没事，你坐前面。他们都起了。对。还有妆发。起床了，文哥，熊哥，快开始我们的自驾游了，快！小陈，起床了，九点了。九点了，哥，快！自驾游，大草原，啊、大草原，快！文哥，起来吃早饭了。嗯，快起来。嗯。大草原，哥，哎 ，Go。几点了？九点了。谁家还是大九点起来出来玩了？谁家不九点出来玩啊？你看这大草原，我窗户打开了啊！行，三分钟，强哥，几分钟 ？OK， 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哥，五分钟了，哥，五分钟了，走呗。下面有有馄饨，有包子。上去喝吧。好好，我给你。那拖鞋，看穿拖鞋吧。起来了，行吗？嗯，慢了。嗯。可以进吗？可以进啊。准备起床喽。好，在窗户。快快！张哥，张哥，准备起床啦！再拍哦。你咋来了？嗯，快起了。几点了？快点了，快九点了。再睡五个小时。不行不行，快起快起。出来玩就可以，没有安排。
不，我们该驰骋大草原。我们这也得有大草原。什么？还是羊村的大草。准备起来哦。嗯。OK。怎么又躺下了呢？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哎呦，是的，我都感觉刚才嗓子有点难受。哎，这个被子有点薄。嗯哼。我刚才醒了一次，我发现被子都不在。那不是因为被子太厚了吗？不是，可能是因为昨天我的拳脚功夫了得。好好。嗯。他们都起了吗？是的。嗯，那咱们先走吧。把你留在这大草原上面吗？给我个车钥匙就行了。好吧，那你行行洗漱一下、嗯、好吗？真的要起了、嗯、真的哦、嗯、真的要起了。好的。想吃那个比较黄标的那个。这样，我们先标回北京，再标回来。你来。然后标回北京的时候，把车还了，留在北京住了，你再回来看。合理。到时候我们今天走，就按车队走了。今天走就按车队走了，就别一起分开走。我就买就行了。不是本来想的。体验感最好。你干啥啊？哥，你们说坏了。不是吧？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了吗？不知道。难得，早给你拐过来的。对啊，经过昨天一晚上开车，一晚上的。今天的一天的所有的智慧全在你们，所以需要你们。知道了，兄弟。去，找你们。回北京，回北京，回北京。干啥、啊？耀文，回。然后还有一个另外的设计，我们马哥作为尊贵的唯一的驾照者，我希望你知道人与人的路都是不可复制的。他将这尊贵啊，这你受得了吗？哇塞，这受得了？给他发辆自行车就行了。作为尊贵的没有驾照的人，他得支付我们钱。这样，我尊贵的没有驾照的人就奖励他一辆豪华自行车，蹬到那个我们去。就说。打车要给钱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你是坐的，你不是开的。给我来个白车，大概200块钱吧。给我来个 S680，我给马哥开。来白车上，小心装一穿上，白车上一带着。少爷上。然后我们马哥有权利，就是对大家的驾驶技术、服务态度等等进行评论。我们得先把这个奖励啥的说清楚。对。不是，他们对我们说尊重。你说，哎，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。一个没有驾照的人来评价我们这些有驾照的人，本身他就是荒谬。哎，不，你就是骗子。来说，前天就说要坐我车，骗子。哥，骗子什么骗子？我们绝对不是借钱给开的人。有什么能力？你说，开车还能赚钱？哎呀，我不是借钱给，我们就是想带马哥嘛。你到时候再说吧。你不说我们的态度就会很大的变化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说，你给，哎，我给他给，奖金五万，那你五万高一点呗，从谁的工资扣？马哥定的，马哥定的，马哥自己啊，马哥定小一点嘛，咱们就是也不是说借钱借的人，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你私人账户每个人负担就行。对，你就是朋友，都是哥们儿，哥们儿，哥们儿，我转资，我几万了，一万，行，可以哈，一万行，一人一万，好，那这样吗？那我跟他，一人我钱，一人一万，对啊，一人一万，你们二，你们五，你们四，一人两万。那刚才税前五万五万，你愿意要那个税前五万？对呀、啊，那现在税怎么办？三辆车，今天只有三辆车。不是，一辆接着八万。我们今天开的都是非随时停的车，来，大家看攻略吧。来，我们看一个小微信。
哎，美团上探索攻略。哎，对，你说这儿有植入吗？赞助赞助的是植入。美团上可以看。马奇赞助的一万块吗？哎，什么植入？美团上可以看攻略啊？哎，都不要。美团上这个，其实我看了好多那个地方。国家森林公园还感觉公路自驾还不错。不是，我们想去干啥？主要是想干啥？主要是开车看风景呗。主要是有美团，干啥都不难。加一点美团外卖。那想去骑马吗？走啊，身上不行吗？你为什么要说叠词啊？想去骑马吗？要去骑马吗？周边自驾游，想去骑马，想去马草操。我们先去吃中午饭吗？马草操，想去马草操。中午饭小吃什么也可以。哎，其实我想吃羊肉，你们有什么？但是张哥不是不能吃吗？直接羊肉汤锅吧。不膻，张哥昨天才吃了。我那个确实不膻，昨天吃那个。附近有什么餐厅吗？有寻路部落，我在那玩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去看寻路。干啥的？就是练的，就是那个路。寻路的寻路。你过去说坐，就是那个路吧。翻站，就是圣诞过山千，就是圣诞的。迷路啊！迷路。是张哥把我顶死呀！迷路，不要干嘛呢？要去看看吗？附近都行。是这样的，没有，我们首先是开车是我们的目的。对，现在哪里是开车，马上接近饭点了，所以我们坐在车上再说。现在先上菜，去吃吧。我说你说话了。你想坐哪个？你得换其他车。你想坐哪个？你得换其他车。你想坐哪个？我这辆车上没人吗？亚轩去。小轩过来，小轩。感觉像开了100年一样。啤酒师，把尚轩叫过来。怎么没有小宝贝上你的车啊？哎呀，这个车太低调了呗。怎么说？我们要去哪？连接新移动设备。对啊，你问问他们。我连个蓝牙。听到吗？听到吗？我说你们车上现在几个人？就我跟浩翔两个人。小贝，你车上几个人？我这就我一个人。张哥和亚轩呢？啊，不在你们车上吗？喂，嘿嘿。上哪个车啊？告诉我一会儿去你的车。你这个骗子，你别说了。正在解释骗子。张哥，这有机会哈，你记着看啊。看到老爷。没关上，没关上。张哥上哪个车？看贝儿的车，还有人。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说话我都想听。你要接我的吗？快系上安全带。谁在说话呀？马佳琪。还聊起来了，在这。小贺，你接上张哥，接上他了，接上他了。现在都谁在哪儿啊？兵哥他们车上有啥？有谁呀、啊？没关好，没关好，车门。谁的车门？你的，我的吗？你的。现在都谁在哪儿啊？用力。用力，用力，再来一下。大机要用力。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耀文和亚轩一个车，那就是你们仨一个车，然后我跟浩翔一个车，小贺跟张哥一个车啊。对，小贺和张哥一个，你跟浩翔一个。
们是没，就我们俩。咱们是怎么说？他们都走了吗？往哪儿走我都不知道。往哪儿走我都不知道。跟他们走吧，无所谓，不点难啊。哎，可以。再建立连接。咱们有一个目的地吗？我们现在聊一下啊，现在就是现在聊一下，去哪儿？去吃饭还是去什么？我先说啊，咱要不先加油吧。可以，同意。我只有两个油了。那就先找一下，找个加油站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那你是960是吧？那我们跟着你，我们一起加个油去。哪有加油站呀、啊？他们知道吗？你作为头车，你来导航，全部都跟着你。别搞啊，哥们儿，这盘面太大了。别搞啊，哥们儿，这盘面太大了。不是，我们该往北去，我们要去那个什么塞岗坝森林公园啊。往北是往那个塞岗坝森林公园的那个路上。你看，往北有一个那个承德起点，我把这个加油站发群里了。这有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的。所以是跟着谁走？跟着我们走的话，跟着 G63走，我们就导航走了。不是，我们先走了吧？那就跟着 G63走吧，你们导航吧。啊？中石化。呀。中石化，中石化，各位加油加油！都加油是吧？